他讲个什么？好。拿到了第一了，终于拿到第一了。好的，我们现在守住了半圈的第一。如果有积分制的话，我们已经快赢了。就是看谁第一守的久，谁就赢了，懂吗？哇，好，没关系。啊，看，我刚好换七张 C 卡。但我看起来超蠢的，哎呦，你先过，吃到我的尾流就先过。好 ，nice。Nice！ 哦呦，你这撞好猛哦！干，豹哥那个撞猛，不错，我们一个合力配合，把宫颈干掉。宫颈先怎么那么强啊？他一个各种超车哎、欸！